可以，对吧？哦，来，滚！感知没滚，吸血别动，别掉贵书，现在随便掉。全红，连击神佑，来吧，抓紧时间，轮到梧桐进阶了。幸运，没什么问题。全红，漂亮，连击神佑，神佑掉了，吸血别动，连击神佑，位置对了。我靠，又他妈前推了，反阵，幸运高防，高防强力。夜战呢？夜战掉了吧？冲，必杀，操，强推，给他掉后排。我操！感知他妈浮上了水面，位置吸血没了，吸掉了，那应该是吸血，是吸血没了，是吸血回位了，是吸血。我操！不要打十亿啊！不要打十亿、啊！不要打十亿、啊，哥哥，这把也不是感知掉了，也不是感知在后面，后面了，后面了，后面的节奏有点快啊，基本上都大输了。幸运反正反击，高反击，反击，嘿，梧桐是，梧桐是娇媚，这他妈是啥呀？你这妈打这个技能他妈的还好，收了你他妈9999个字，我眼睛都他妈打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他妈看不清技能了，我操啊！600万的眼睛，活动掉了。梧桐已经逐渐被神化了，活着的传奇。自从那个吸附善恶以后，真他妈是火，死亡也能吸出来，他有点化石的肯定能吸出来，大哥。活动又掉了，差不多了，该结束了，该吃饺子了。高防夜没了，兄弟，吃了。我操，这夜战是狂掉的，不装逼的，这笔钱。2.16亿花完也算我的啊！别拦着我，我就不信还能再循环2.6亿。成，干啥？合作？不慌，2.6亿，怎么给我个蓝书我都打成全红了？高不掉了，高不掉。他妈打完10亿，再他妈打我10亿，他妈打到哪天去了？那不可能的，你这个他妈属于蹭热度装逼了。来，还是很稳啊，但是掉的应该垃圾技能，合作吧。你妈成，幸运，不心疼。还剩2.2亿，可以随便挥霍。高叶，兄弟，你看啊，高叶不心疼，豁出去的。完全够用，招架，招架，这样有，可以，高神连击，我你妈，你得希望他成啊，对不对？为了你的10亿，我2亿我扔了，我操，连击完了，又在前面了，幸运，高防，啊，兄弟们，倒计时了，我操，连击下去，强力在，幸运反正在，偷吧，我操，有点慌了，梧桐打输打阴影半，进阶我阴影半的。那我感觉，我跟你讲，进阶绝对没有打不过。哦，妈的，我看一下啊，垃圾技能，感知稳住，反击，买的快还好，900多。你要是他妈不抹七七买，我跟你说，强力，哎，啊，强力，1.2亿，绝对够用，1.2亿，1000块钱，操，都一次发掉了，听说绝对够用，够用，放心吧。你吓我零是什么意思？点错了。这零食他妈扔完又他妈是一把赔不起，这零食便宜，这零食就20多万，那还行，我的零食也有20多万。幸运反震合纵招架，夜战也在啊，是反击，成，漂亮，1/2几率，神佑连击，我操，我操，不太稳，这他妈不太稳，这他妈真不太稳，这感觉真他妈的稳。真稳住了，吸血别动，连击给我上，掉便宜书，幸运，不贵，还可以，啊，够用，连击往后退，滚，操，没动，高叶，偷袭，夜战，高叶，我操，我要开始倒计时了，夜战落在追击滚，说不定就后排去了，龙家哥说，好像追击在前排就不会成，对，有，追击没下去，根据是有东西在跳位。对，可能是在卡住的。高架，高层，连击下去，漂亮！追击，谁要？追击出来！追击，不要再反击位，追击继续逮捕。太舒服。啥呀？幸运是吧？我操，这回钱真的快不足了，兄弟们，这不是演习了，快用我的钱了，我靠！我操！来吧，开始记账。舒服。我记账，来一本直接成，装个逼退700，来退，漂亮，连击。神佑掉了，神佑无情狂补，位置对了，追击神佑，追击神佑，我操，追击又他妈掉了，妈，追击后排去了，我了个操，成，没掉贵书，没事，掉便宜书，没看出掉啥，但是掉便宜书，应该造价也在，合纵，感觉合纵干掉感知稳了，合纵一追击干感知，合纵上，造价350，来，对，是造价，现在还不心疼，这心疼啥呀，我操。今天有9999个紫水晶开路，啥都他妈都不心疼，你就给我循环，好像合纵，这便宜书，我不认识这个技能，又有几率成了，追击加高神，我操，我操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我操，有点。
有点难受了，无从进阶未必亏钱买吧，对吧？啊，来，有点难受了哟，没事儿，连击高神，两三下就成了，关键是偏技能太多，偏数太多了，我操，这随便打的，这把真成了，幸运，防御还有可能连击掉了呀，我他妈不是打的连击吗？你打的是神佑哥哥，我操，钱花的好快啊，我操，这回包成，漂亮，成了。我跟你讲，直接买本神佑看能不能打进去，顶多浪费本神佑，那也算我的钱，可以吧？直接买本神佑，我他妈就要这牌面，神佑看能不能打，能打就是凉凉，操，能打，我操，能打，追击跟神佑没毛病，追击跟神佑成了，操，成了，开业，我操，畜生，1712的攻击，1.3的成长，我了个操，而且还没有次元宵哟，爆你！泡泡仙灵合出七技能已经很难了，加上1712的工资，1.3的超高成长，这只宝宝在打的同时呢，还可以额外的释放一把法术。等一下，这只宝宝打工虫，老板，等一下，这只宝宝打工虫，这个特效是类似于超级法连，老板，一个带超级法连特殊技能的宝宝上，我们要打工虫的技能吗？老哥，确定吗？那我们可以带地狱烈火套啊，对吧？地狱烈火套可以额外释放一次啊。如果认证的工虫呢，会降低伤害跟命中，因为早期的有段时间，宝宝刚出认证的那段时间，大家打大芙蓉啥的都喜欢认证一个单法，后来网易就改了，不能让所有的工虫都有法术技能啊，对不对？那梦幻不就乱套了吗？这个工资要的就是个造型，就喜欢脑袋上，对不对？长一头头发的这个泡泡，这个宝宝他妈的，我觉得古精灵可能要举报他，太他妈像古精灵了。老哥来，我帮你第一本啊，咱们是六本书就是连善啊，最狠毒的六本书，不允许有任何误差，所以说干就完了，咱们从便宜往贵打，第一本书没有位置啊，全是贵书。好，咱们打后排的连击吸血神佑，按照顺序的话应该是上神佑了啊，神佑后排掉后排，现在两本书了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打一本吸血连击往前推，球往前推 OK、啊，夜战掉了还行。老板，流云加无级别，笑里藏刀加简易，水清加简易，无级别加愤怒加猫灵，无级别限制啊，没事，这种宝宝六技能严丝合缝的，没有焦作人，就是一把循环法术抵抗不动也没事，起码是掉前排技能，后排三个技能没掉啊。法术抵抗没掉的话无所谓啊。现在的话已经四红了，只掉了一本夜战，对不对？必杀偷袭直接上偷袭，掉后排的吸血连击啊，连击掉了，吸血上来，舒服，夜战和偷袭啊，偷袭掉了，补必杀，吸血掉了啊，有点残酷，但是这个区的物价还可以，没有什么花俏的技巧，直接干就完了。我操，老板四技能有点僵持啊，有点僵持。夜战在 OK， 后排的连击吸血神佑都在，操，这他妈都能掉，别他妈循环了，先给我上把五红。夜战在，你他妈的666啊，春金兽不跟你嘻嘻哈哈，我们没有缓冲，我们只有冲刺，法术抵抗别动，法术抵抗滚，他妈的成了，不用再秒钱了，成，偷袭在，神佑在，大火没，抵抗没 ，OK， 抵抗没了。好了，最后一本啊，最后一本高币，舒服。换背景音乐，神兽再生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神课，梦幻西游第一个工资1785，成长1.3的泡泡灵仙出现了，神兽再现，冲刺，必杀，偷袭，夜战。好，恭喜老板喜提梦幻西游史上一个1.3工资。明年可以超过1800的啊，泡泡灵仙，这是一个奇迹，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记录啊！恭喜我们39级的暖心虎玩家，老板，我给你打掉了，送你一份原价199，促销价129，领完券以后79的飞科三头防震豆 LED 充电显示的刮胡刀啊，正品行货。梧桐打掉的话，送你甄士明蒸汽热敷眼罩啊，行吗？来吧，没有再生这法连，我一本你一本，来吧。好了，狗垃圾该你了，姓名眼罩本虚迷一定在的，还行啊，还行，该我了。最近敏捷总掉虚迷，敏捷跟法爆啥的位置差不多，直接打本法博，这局法博还便宜啊，打前排输，虚迷在，出其不意在，一致在，会跟直接干掉了。狗垃圾该你了，现在的话已经算上鬼魂，因为有鬼魂在就打不了高神，就等于还差一本法爆，差一本魔心。都被别人截图截到了，刚刚把我拉出来光膀子的照片被别人截到了，没漏点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在意细节的，没漏点。虚迷在，名词在，出其不意在，鬼魂掉，好像老板可以用，能用了，就是没有一致和法爆，现在没一致，现在带一致套就没有法爆，就是缺本法爆，缺本一致，其实还缺本书的，现在还轮不到一致了是吗？一致掉了，对，没成。那咱们还得打本一致。
一次可能会把鬼魂掉掉。这本书你的了吧？我不刚打的魔星吗？都轮到你了吗？这我打一致，我打一致，高级一致上了，成鬼魂没了，老板啊！带本高法道，高法报只能当灵法，现在缺神佑和暴击。